从小我就是一个蛮有责任感、很有肩膀的女生。当了对什么舞台，我会把退在背后的自己再放大出来，所以请大家相信我。王心凌，我好喜欢你。这个夏天，我收获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好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国风剧场。这个夏天，很多人因为《浪姐三》重新认识了甜妹王心凌。王心凌的复出，也让更多人知道，原来甜妹和年龄没有太大关系。即便她已不再年轻，也依然是个那个睫毛弯弯的女孩。9月5日，王心凌迎来了自己的40岁生日，但在4日晚上，王心凌便提前准备开始庆生。王心凌发文称：“好开心，放松的夜晚，吃饱饱，准备下一段旅程去。”并透露这次是趁录制综艺的空档和团队聚餐，瞬间还夸赞了大厨的手艺。在王心凌晒出的3张照片中，大合影里来了一群人为其庆生，《浪姐三》中的吴谨言也在其间。合影中，王心凌身穿明黄色针织衫，手捧鲜花色的玫瑰，和吴谨言一左一右在大厨两侧，笑对镜头比威，粉丝感念两人的友谊，还把两人的 P 成了求婚现场。据悉，王心凌和吴谨言是因为《浪姐三》而结缘。王心凌作为小组长，组合成员有钟欣桐、蔡卓妍、吴谨言、张天爱，但在最后的成团夜，吴谨言却是王心凌组里唯一没成团的一位。虽然没能顺利成团，但吴谨言却和 Twins 以及王心凌一起录制了综艺《星星的约定》，这档综艺也是为成团的姐姐们量身打造。如此看来，吴谨言没成团却胜似成团了。从《星星的约定》路透中可见，综艺有汪东城、李一桐、 Twins、 黄小磊、郑恺等人，还请来了张栋梁、 Mark 等人做飞行嘉宾。看看吴谨言和王心凌的路透，你就知道两人的关系到底有多好了。在路透中，两人都穿着白色系服装，王心凌的小腿白皙纤细，两人并肩走住。虽然王心凌个头比吴谨言低一些，但还是扛起了撑伞的大任。活动中，吴谨言和王心凌虽然不是每次都分在一个组，但只要一起出现，吴谨言都紧紧地跟住王心凌。在《星星的约定》云南片中，两人也是站在一起，比 Twins 还要像一对姐妹花组合。王心凌40岁，吴谨言32岁，两人虽然相差8岁，但并看不出年龄的差距。不过在很多的小细节，还是可以 at 到王心凌对吴谨言的宠溺。在吴谨言探寻的看住车内时，王心凌看他的眼神像极了大姐姐看妹妹的神情。看到吴谨言的头发凌乱了，王心凌还会贴心的帮他整理。吴谨言也是亲密的搀住王心凌的胳膊，看上去十分自然，像是相识许久了老友一般。但事实上，吴谨言和王心凌相识不过几个月的时间。几个月前，吴谨言还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了和王心凌的合影，配文和灵儿的第一张自拍。不过队友之间的感情总是升温的比较快，加上要一起比赛，面对激烈的竞争，更容易迅速建立起感情。于是你可以看到两人在训练中一起努力，在后台也是亲密的靠在一起，录完节目还一起做美甲，如今又一起参加综艺，开启一段全新之旅，感情或许早在不知不觉间升温。吴谨言为王心凌庆生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其实人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有些相识多年依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有些认识不过须臾却能认定对方是一生挚友。王心凌是出道多年的偶像，吴谨言则是新晋的人气演员，两人虽只相差8岁，但在观众心中像是隔了一个时代。不过因为志趣相投，两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了好朋友，希望他们即使在综艺结束之后也能友谊长存，在娱乐圈一起走花路。9月5日是王心凌的40岁生日，但是为了协调工作时间，9月4日晚便趁住录制节目的空档时间，抽空开始了生日聚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还有吴谨言惊喜现身，一同为王心凌庆生。浪姐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，王心凌一直都在云南忙住录制团综《星星的约定》。之前曾因为工作认识云南的大厨苏启盛，此次又因为工作遇到了，并且还为王心凌做生日宴。王心凌对此大家夸赞颇为满意，这样的美食。此次过生日不仅有好朋友吴谨言来祝贺，还有和团队的小伙伴一起度过。王心凌这个生日过得非常有意义。在聚餐开始之前，王心凌和吴谨言、苏大厨还有团队的小伙伴一大合照，非常有仪式感。从中也不难看出王心凌还是蛮接地气的，亲自请团队小伙伴们一起吃饭。
为了给自己庆生，王心凌开心自拍，她身穿黄色毛衣长发披肩的样子温柔又美丽。王心凌真的一点也不像是40岁的人，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，而且皮肤光滑细腻，保养得特别好，尤其是她微微一笑的样子，仿佛还是很多年前的甜心教主。为了方便聚餐，现在采用了一个超长的桌子，各种餐具水果都准备齐全，就等住大家一起开始吃饭了。这个40岁生日，王心凌没能和家人一起过，而是在外面和好朋友以及工作人员一起过，人这么多，现场一定非常热闹，想必王心凌一定会很难忘的。王心凌还和苏大厨以及好朋友吴谨言单独合照，此刻苏大厨应该是最幸福的吧，有幸被两位女明星围绕住。王心凌手捧玫瑰花，对住镜头比耶真是人比花娇，这少女的模样真的看不出来是40岁，而且和小8岁的吴谨言同框，两个人竟然没有什么差别。王心凌虽然大8岁，但是一点也不显老，保养的是真好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吴谨言、王心凌、黄小磊以及阿萨和阿娇几个人一起都在云南录制团综，但生日聚餐只有吴谨言出现了，想必其他几个人应该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，抽不开身。不过他们已经在浪姐三里面积累了深厚的友谊，王心凌是不会怪他们的。要说今年夏天最火爆的一个人，那肯定就是王心凌了。她通过浪姐三节目重新回到大众面前，初舞台的爱你表演一下子炸出全网无数的王心凌男孩，不光是模仿王心凌唱歌跳舞，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，追忆自己的过去。王心凌也凭实力证明她甜心教主的地位不可动摇，果不其然，浪姐三的总冠军就是她。王心凌获得总冠军是实至名归，虽然节目结束了，但是大家对王心凌的爱还在继续。据悉在团综星星的约定中，节目还把王心凌的铁搭档张栋梁给请来了，昔日荧幕 CP 在现身，引发大家的期待，希望节目早日播出。从生日现场照中可以看出，当晚的王心凌穿着黄色的针织衫，搭配白色珍珠项链，一头长发披散住，化住淡妆，皮肤白皙紧致，五官立体精致，整个人状态非常好，全不像40岁的样子，像20多岁的小姑娘一样，对镜甜笑，少女感满满。当天为她庆生的除了工作人员，还有好友吴谨言，两人因参加浪姐而相识，节目结束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画面中当天的吴谨言穿着一身民族风连衣裙，戴住粉色的渔夫帽，打扮很低调，而且当天的她还是素颜出镜，也让不少网友直呼没认出来。在大合照中，王心凌和吴谨言坐在最中间，被一圈人包围住，大家对镜比耶合影，笑容满面，隔住屏幕都感受到了热闹的氛围。另外一张是王心凌和吴谨言与大厨的合影，手心歪头比耶，面前还放住一大束玫瑰花，幸福感爆棚，隔住屏幕都感受到了他的好心情。不得不说，王心凌和刚出道的时候相比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，颜值依旧。作为圈内公认的甜心教主，王心凌曾带来很多经典的作品，她的爱你、第一次爱的人、当你、睫毛弯弯、我会好好的等歌曲，是很多90后的青春。除此之外，王心凌也主演过很多经典偶像剧，比如天国的嫁衣、微笑 Pasta、 爱上张美乐等多部作品，深受大家喜爱。近段时间，王心凌因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再次回到观众的视野，颜值依旧，唱跳俱佳的她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甜心教主呀。今天王心凌生日，不少粉丝也纷纷送上最美好的祝福，祝王心凌生日快乐，未来也越来越好，期待她的新综艺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